好，这里是天阿夏 TV， 我是 Music in the Sky 听听。那真的是跟大家好久不见了。那韩国的四月呢，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樱花呢也开得非常的漂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拍拍照、吃吃饭呢？那说到要出去约会，当然少不了要擦口红啦。那听一听听啊，给大家要带来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唇膏，那就是。你看它的壳非常的可爱，然后啊，它颜色也是非常的，就是适合就是春天的感觉，非常可爱，好看哦。然后今天也要来擦擦看。但其实我现在没有镜子啊，所以我不知道我擦完现在到底是什么颜色，但是它就是很淡淡的，然后它有一点点珊瑚色，非常的漂亮，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春天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使用。好啦，那看完了我们漂亮的唇膏呢，听啊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韩国的娱乐圈有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呢，跟天一起来看看吧。好啦，那天一今天首先要来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可爱的 TWICE。 那 TWICE 呢在4月9号发布了自己的第五张迷你专辑 What is Love。 那这次的新歌呢也是表现了少女对爱情的好奇心，那也是希望自己的爱情呢可以像电影啊电视剧啊那样的浪漫。那这次的新歌呢也是时隔了一年多跟朴正英的合作，可以说是非常让人期待，那喜欢 TWICE 的粉丝们都不要错过哦。好了，那说完我们可爱的 TWICE 呢，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 EXO 的小分队 CBX， 那是由伯贤、陈还有秀明组成的。那在4月10号他们也是发布了自己的第二张迷你专辑，那这次的新歌 Blooming Days 呢也是算送给粉丝们的礼物啦。那专辑之中啊还有别的七首歌曲是分别代表星期一跟星期天，那呢也算是成员们啊想要每天都陪伴在粉丝们的身边哦，希望喜欢 EXO 的粉丝们都要多多支持哦。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这边跟大家说再见啦。那最近的天气呢都非常的棒，听呀希望大家都可以化美美的妆，跟自己心爱的人呢出去散散步、吃吃饭、拍拍照片，希望在这个四月大家都可以度过美好的时光哦。这里是天阿夏 TV， 我是天音，我们下周再见，拜拜。